在野阵营新盟家悬而未决的首相人选课题，近期啊就好像是卡在他身上的一根刺，不但考验着成员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让新盟的支持者无所适从，甚至是在支持谁做首相的课题上互呛。今早新盟三个成员党，公正党、行动党和诚信党就召开了新盟主席理事会，终于在首相人选这个课题上有了共识。三党党魁在会后发表了一篇联合文告，阐明公正党主席安华依旧是新盟所推举的首相人选。同时在会议里头，他们也针对由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义来担任首相的这个建议做出了讨论，但是文告当中呢就没有讲明到底他们的讨论结果是什么，而整篇的文告也只字不提马哈迪的名字，让人无法看清说新盟三党现在跟敦马的关系到底是盟友呢还是敌人呢。不过针对新盟的合作对象，这份声明也没有把话给说死，为了重夺中央政权，拿回选民在509大选所给予新盟的委托，新盟三党如今是全权委托安华继续跟各方谈判，以争取足够的人头来重返布城。那兜兜转转了一大圈，盟党是彼此公开互呛了一轮，可是一切又重回了原点，新盟还是支持安华任相，这另一层意义似乎也等于说啊，新盟已经正式告别马哈迪，也推翻了他早前所提出的沙安穆佩的正副首相人选组合。好了，推翻了马哈迪的提议，而通篇文告提也不提马哈迪，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新盟间接的在跟马哈迪道别，说拜拜了吗？新盟三党大头坐下来开晚会所发出的这份联合文告，到底又透露出了怎么样的政治讯息呢？在野势力敲锣打鼓开演策动反政变重夺不成的政治大戏演了将近两个月，然而今天新盟主席理事会议开完会的最终协议却又重回了支持安华任相的原点。时事评论员黄进发和林鸿翔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走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新盟或许已经意识到不管有没有马哈迪，其实他们都凑不够数去反政变。其实现在有没有马哈迪他们都凑不出一席啊，不管有没有马哈迪都好，新盟基本上是大概换不成政权的，因为你需要沙劳越政党联盟18张票一起过来，那么你才有可能说凑到127席左右。刚才的那一场会议，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马哈迪的因素就慢慢淡化了，马哈迪可能也不再扮演像过去那样吃重的角色，反而是说他们今天西蒙三大党已经赋予这个权力给安华去跟沙菲伊谈。林鸿翔认为，今天的新盟主席理事会议从正面意义来看，一是淡化了马哈迪的角色，二新盟三党授权让安华跟各方私下进行谈判工作，这也意味着新盟其实已经开始意识到在媒体上公开争论怎样去反政变，甚至把自己的策略公诸于世，让对方摸清自己的底细，这其实是很不明智也很难看的。而黄进发则认为，兜了一大圈回到原点，新盟这一轮杂乱无章乱出拳的政治打法，其实已经把自己打到严重内伤。我觉得以今天新盟的这个做法，从当初推马哈迪，然后后来推这个沙菲义，现在回到去安华，你兜了一圈之后，其实你并没有站在一个比之前更有利的位置，你还是回到去原点。西蒙这样子冲的方法的结果是本身内伤很重，因为自己打了一轮，第二轮是你的选民其实不知所措，你带他一直在兜圈子，兜到他失去方向感，失去耐性。政治学者黄进发认为，其实整个政治局势发展到现在，新盟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有没有马哈迪，那有没有马哈迪对新盟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而今天的关键是新盟未来还要怎么走下去。
从政就是为了夺取权力，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新盟夺权的方法还是必须要有章法，要稳扎稳打。而稳扎稳打不代表说你就等于是在坐以待毙，新盟要做的是长远的打算，要准备怎么样去沉着应战，摆出一个在未来准备执政的姿态。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在疫情冲击还有经济衰退双面夹攻之下，任何阵营你当上政府都是很不利的。黄进发认为，在野势力如今是乱出牌逼宫木有丁的打法，实际上呢，反而是在帮了巫统和伊斯兰党，让他们可以继续对木有丁进行更多的政治勒索，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以及间接的帮国盟的后座议员发达。因为在新盟拉人头的攻势之下，为了保住相位，木有丁就只有给这些后座议员大派官位。那黄进发是认为，有没有马哈迪对新盟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新盟要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而另一位时事评论员林鸿翔则提醒，新盟无法永远依靠马哈迪。马哈迪他已经95岁高龄了，有一天大家都必须要接受马哈迪不在之后，新盟要怎么样去整合势力，怎么样在没有马哈迪的助力之下去拉拢马来社会的支持。是的，没有了马哈迪，新盟未来需要怎么样做？要排出怎么样的领导层，写出怎么样的执政纲领，以争取到马来社会的共鸣和支持？这是在没有了马哈迪之后的新盟要去思考的头等大事。毕竟现实政治考量之下，任何的政治联盟没有得到大部分马来选民的支持，都无法执政或者组织稳定的政府。